抢劫球。抢劫球技术是指运动员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，使用身体的合理部位将对手的控球权抢过来或破坏掉。技术动作结构分析。抢劫球技术的动作结构是由选位，抓住时机实施抢劫动作，实施抢劫动作后与下一动作紧密衔接，三个环节组成。正面跨步独抢动作要领，抢球者两脚前后开立，迎着运球者而站，两膝微屈，身体重心下降并置于两脚间。当运球者与抢球者间的距离缩小到一定范围，运球者脚触球后即将落地或刚刚落地时，抢球者后脚用力蹬地并跨步向前，以脚内侧去堵截球。当已堵住球时，另一只脚应迅速上步。同学们，这个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抢劫球技术。这个我们可能见过很多进攻技术啊，足球比赛是攻防矛盾。那我们在对方控球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把对方的球权抢过来，那也需要技术，也需要我们的脑筋。我们想一想啊，虽然控球一方是主动，但是我们也可以变被动为主动。我们来试一下，来小马同学带球，再带球看看，大家看看啊，同学带球，我们怎么这就是足球比赛的经验。我们对一个这个年轻的队员来说，我可以用假动作来抢他，比如说他带球，你带，我假抢一下，看到没有？我假抢一下，他球推大了，他球推离了脱离了范围，我也可以用假动作来抢他，我们也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啊，我也可以假动作，我也收，他可能就失去控制范围了。我们现在来讲一讲这个正面抢劫球啊，这个当我们来防守一名队员的时候，他控球，我来抢劫他。那么抢劫的时机是什么呢？把球给我。当对方带球，看到没有？对方带球带到我附近，他刚刚推波球落地的时候，球脱离范围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时候上去抢，刚刚脱离范围，看看来推出去，还没跟上去，上去抢。大家看看，我先防守，先来大家看看啊，推大一点，抢。他推出去以后，脱离范围以后上抢啊，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时机啊，注意这个时机。同时我们防守最重要的是，防守最重要是要有耐心，他肯定会出错的。防守我们打的就是耐心，他带的过程中肯定会出错的，在他出错那一下马上上抢，你用左脚带。大家看啊，看防守抢，看到没有啊，直接在他把球推出去那一瞬间啊，直接上抢。再一个抢球啊，大家注意啊，我们防守的目标，我们防守的目标并不是要把球抢下来，把球从他的控制中破坏掉，球权由100%由他控制变成50%，我们就 OK 了，把球捅掉破坏掉，他失去了控制，我们也赢了。来，你看看，大家看看啊，你推大点，这边推大，推大，防守成功，这个球变成了50%的球权，也不知道是我的队友拿到还是他的队友拿到，不一定把球100%的抢下来，不要这么急功近利啊。再来一次，大家看看啊，一定要注意心态，注意自己步伐正确，寻找时机，寻找，看到没有，寻找时机 OK。 同学们，下面我们要进行的是这个正面跨步抢劫球练习。这个关于这个正面跨步抢劫球这个技术动作要领和正确的示范动作，我们前面已经做了啊。下面我们这个练习呢分几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是徒手的啊，徒手的，大家看看，我们在反手向后移动的时候啊，当时机成熟的时候，突然上前跨步抢劫啊，向后移动的时候，啪，突然上前移动抢劫，来，大家出来一下，出来一下。来，一起，不要球，不要球，再出来一点，
好，向后退的过程中突然上前抢前啊，徒手的来向后退，上墙 ，yes， 好，换个脚，走，向后退，上墙，哎，对，再来一次，向后退，右脚上墙，很好，再来一次左脚，向后退，上墙，哎，好 ，OK， 下面。两个人一组，一个人踩球，来，三个人，两个人一组，来，一个人踩球，一个人退后上前抢球，你来做一下，来，大家看看这个，看看他做一做，从这里，啊，对，退后几步上墙，哎，对，很好，然后再左脚来一次，哎，对，很好，就这样，来，两个人一组，有球的，注意有目标的啊，先。退后一步，然后突然上墙，来，走 ，go， 上墙，很好，左右脚都试一试，很好，哎，重心跟上去，对，重心跟上去，很好，哎 ，OK， 好 ，OK， 来换一个人，交换一个人，大家注意啊，上墙的时候要迅猛啊，不要犹豫。撤退上墙的时候一定要勇猛啊！走 ，go， 右脚上，重心别在后面，尽可能上前啊！走，再来，上前。哎，上的不够猛。哎，你看撤退的过程啊，撤退过程，哎，上猛一点啊！来，走，再来一次，很好。对，脚背拼上去，很好。好 ，OK， 好，下面这个我们上节课说过了啊。下面两个人一组啊，一个人带球，一个人抢球。我们正面抢球最重要的要点就是你上抢的时机。这个时机是什么时机？我们上次说过的啊，当控球一方把球推出去，刚刚落地的时候失去控制了，这个时候上抢，听到没有？来，下面我们这边带球，你们先跟着退，然后你们推大一点以后上抢啊。来，走，预备起，走，上抢。对，很好，注意这个时机啊！注意着，来左脚再来一次，来注意走，退，抢上抢，很好，注意这个时机，他刚刚把球推出去，的时候，突然上抢，来再来一次，对，抢很好，哎，非常好啊，左右脚都可以，两侧都可以，啊 ，OK， 再来一次，走，推球上球，很好，啊，交换一下，换一边。哎，换一个人做反手。哎，重心降下来，哎，真是要反手的样子啊！重心降下来啊！当对方出现失误的时候，我们才上去抢。对方控球控得很好的，上不了抢，一抢没人过了。当对方出现失误的时候，坚决的抢啊！来 ，go， 抢，很好。当他把球推出去，脱离自己控制范围的时候，再上抢。对，推大点，走！哎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抢球的时机非常好啊，我们看看，哎，很好，上抢时机非常好，再来一次，上抢时机，哎，对，刚刚他推出去的时候突然上抢，这个时机非常好。来，再来一次，走，先退，不是先上，你不是先上，先退，当发现对方出现失误的时候，突然上去，不要贸然上去，要突然上去。发现对方出错的时候，来，走，退，上墙，对，很好。上节课我说过了啊，我们抢球呢，也不要100%的成功。当然能够把球抢劫下来，我们控制球那是最好的。但是退而求次之，把他的球破坏掉也可以，使他的球权从100%变成50%。所以说我们抢球的时候，能够抢下来，当然我们最好是抢下来。如果抢不下来，把它破坏掉，反手也成功了啊！来，大家考虑到这些因素啊，来，告，来，再来一个退，反手退，看抢球时机，哎，很好，注意上抢的时机啊！当他把球推出去离开控制的时候，突然上抢，来，再来一次，走，突然上抢，推到了，看到没有？很好，哎，好，第三次试一试，上抢，哎，很好，你这个有点贸然啊，他球还在控制范围内，等他推出去以后再抢，来，再来一次。来，很好，
像你这样不是准备抢球的，你这样很容易被人过的。你要做好认真的防守准备，当发现他出现问题了，你看，那些，当他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再上，他没有出现问题，你要被他过了，好吧？来，我们再来一次，来再来一次，走，注意时机，注意时机，上墙，很好，好，再来一次，注意时机啊，上墙的时机 ，OK，go， 很好，好，同学们，我再提醒大家一条啊，在这个抢，哎，就站这里。在这个抢劫的过程中啊，我们上抢的队员虽然重心在后面，可是一定要保持踝关节紧张，否则的话，对方正在带球，他会有很大的冲力的。你要不紧张，我们的踝关节会受伤的。所以踝关节和膝关节一定要保持固定，保持紧张啊！我们最后来一次，来带球，来最后来一次，走抢，很好。这个中间这组同学做得很好啊，时机掌握得很好。来再来一次。再来一次，注意，就是这一步跨上去的时候啊，第一步跨上去，然后再身体跟上去啊，来，再来一次，跨，很好，这叫成功的抢劫球，啊，这是非常成功的抢劫球啊，再来一次，走，好，很好，非常好 ，OK。